我叫 Ana Rita Lobo Ribeiro， 我来自葡萄牙的 Porto。 我去年八月份来到澳门读书，我非常喜欢澳门，是一个可有意思的地方。你好，这可以进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这是什么？纪念品啊，澳门最小名的纪念品，你要不要想？澳门的。我是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在中普伦敦当志愿者，那时候正逢是中普伦敦成立2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不允许国家文化周，就是就要负责给社会各界的参观者介绍中普伦敦的发展史以及最近几年的所取的成绩。區政府亦都十分之積極發展澳門成為呢個中葡平台嘅角色，而學識嘅葡文咧喺澳門係十分之有優勢嘅。我身為一位中葡雙語老師啦，通過平時嘅教學咧，可以傳遞我喺葡文學習同埋語言研究方面嘅一啲知識俾學生啦。咁喺葡國升學咧，可以俾我更加好咁樣深入去了解當地嘅文化啦、社會啦同埋歷史嘅。咁呢啲都係對於葡文教學同埋跨文化交流係十分之有益嘅。例如時間啦，譬如而家係2點鐘，我哋都係用 order 噶。阿文呀 ，Ella Five 就係阿文。但如果係話今天嘅話，我哋都首先我覺得特區政府致力深化中葡人員往來，可以令到澳門成為中國同埋葡語系國家之間嘅重要橋梁啦。例如澳門已經舉辦咗多年嘅葡文嘉年華，就係一個很好嘅例子啦。呢個活動咧可以令到本澳市民認識咗唔同葡語系國家嘅文化啦、美食啦、音樂同埋藝術等。我觉得澳门对于外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地方。我慢慢地发现澳门这个地方的自身独特之处，很好看、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澳门的领导角色对于中国和葡语系国家的双方文化交流肯定有帮助。